在机智过人的舞台上首次发布的一飞无人机，它集环境感知、交互、集群能力于一身，在国内外无人机避障领域首次实现无人机躲避高速动态物体技术，成功躲避世界羽毛球冠军鲍春来时速300公里堪比高铁速度的羽毛球扣击。